開呢個庫啊，因為香港市民啲錢係香港市民嘅，你財政嘅盈餘是香港市民共同擁有的應該，所以呢就要去回水八千呢就很公道。但是有一些政黨呢就說反對回水、啊、他們就支持這個退稅啊退差餉那些、啊、退稅退差餉呢你物業越多、啊、差餉回即是那個回贈越多，你加税越你這個的比税越多呢你都是拿得越多，所以越有錢的呢就越得益。但是每人派八千是最公道的、啊、因为整体的盈余的、啊、得到呢是全港市民共同努力、啊、所以、啊、大家帮帮手，有时间的呢就打电话去啲电台话俾啲政党话俾啲议员话俾政府听呢，香港市民呢是支持回水的。最近有一啲嘅啊电台呢就做咗啲简单嘅调查呢，七成六嘅市民咧係要求回水嘅，咁啊，所以特首話，如果話大部分人唔贊成回水係錯嘅，咁啊，所以呼籲大家打電話去啲電台或者啊 send 啲 email 去呢、這、一個啲政黨同埋去呢個政府咧，話俾佢知，龍年最好嘅禮物就係回水八千啊！咁陣間咧，我就啲揮春就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咧有一個嘅啊，即係咧合家平安啊！最緊要龍年咧。身壯力健，龍馬精神，同埋一定要政府回水八千，多謝。